千块啊，一千块干贝一千五要吃无？你给大杯我者，这干贝人要吃大粒的哦。你莫话想着咧起价，我家己嘛做艰苦。来，要吃干贝，免一千，免八百，一个人家买大粒的。上新价钱，六百三要吃六百块。这两包干贝卖六百，一包干贝拿三百，新价钱来，一包够哩。来六百了，来六百块三要吃。哎，好吃。我干贝甜。什么在找我？哎，你要买只干贝当去煎无？来啊，鲑鱼干，来买只鲑鱼。这边压上排骨啊，啊，刚压上排骨给我一下好不好？压上排骨给我一下，谢谢。啊，这里面讲压上排骨一千块收钱无？这我是叫了四啊，四百几块啊。这种叫了八百几块啊。这大包的阿姨，阿姨六百了，我六百块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还要上排骨用台湾的排骨来做。你另看伊的汤头，吃看伊的排骨，吃看嘛。你先给钱来，一百块哩。来六百喽，一个客人六百块。来六百喽。哎，你卖无？我四百喽。来靠近。四百上面就四百。这边啊。要上排骨四百。卖过来啊。四百够卖来无？最后够卖钱。来啊，一打个四百，来啦！你唔好买贵，买一包食看嘛，两包了啦，真正好食啊！两包啦，咩啊？无两百块，还排骨是？一千二要排骨。你让我去那边等我去。阿仔，你买个贵啊？无去，不要啦，不要买个，你袂记得咯。啊，阿仔，阿我先卖一箱，你先下了爽，先下你了咯。来，你讲，咱们食这酥炸杏鲍菇，当个真真季节了嘛？这一包五百块的，啊，这一包你寄过来，当来想要食，免五百，免四百，一百了。来一百块，咱们食酥炸杏鲍菇哇，这好食哦。来，掏钱啊！一百块，咱们来一百块。酥炸杏鲍菇一百了，一百块。两个。来，边个在要？来来不？我咱们食酥炸杏鲍菇哇，阿姨，你阿个这真正无爱好食，足好食，真真的好啊。来一百。来边啊！哎，你要一包两包？一包。阿姨的钱，给侬买吧。阿姨的钱，莫呀，这阿姊的钱无不好搞啊。钱哪位啊？阿家家搞起啦，一包拢有啊吼。好，有就收啊，莫呀。哎，谢谢。阿家家来，咱们吃啥？咸猪肉好无？来。来来三百块，要来无？这样无啊，百五啦，没百五，怎么吃？真正无啦。有人要买百五无？买只平五啊。百五可能搁四条啊，要买啊，卖十几年啊，其实卖假啊，食看嘛，百五。啊，今你倒一排有几档，我来卖你。百五最后四条，怎么样？来边个货啊？最后这两条百五无啊？百五。来收起来，好紧。我卖少几档，我哩。我要进来哦。蛤蟆，我暂时买啊。蛤蟆，你买蛤蟆哟。你讲人要吃乌鱼翅，要吃生食翅，敢对无？来，乌鱼翅要吃来，进来好啊，一百了。来，这一百块就好了，一百块。乌鱼翅一百块了，一百块。来，头一个两起。一百，人要吃乌鱼翅。来，三起。这外口你不要送你嘛。一百了，四下，我今日打下就一千了。一百了，咩啊？回头。来，我再平我你一百了。
我嘿啊！我搞到什么也当包啊！我看你包是怎样搞的？哪一大块？我一大块包。什么也当包的无？我看你哪一包的？你多少个无？搞到什么？来，这一包。哪一瓶车钱啊？哪块？大姐。一包够不要的无？现在几多岁人吃？ 你嘛还袂退吗？一百个袂来哦。来，迄个小的放在服装哦，你够几个？哦，歹势，拢有啊吼。我有遐几位咯。你若要食风包，要食啥拢爱讲啊。阿姊，你要食好无？我甲你介绍好位伊哦。 我来讲，我许位真正食得你，这里面食这话，这我真袂济啦。伊这叫社会放这档的白醋烂味就真好食啊！哦，这过年时啊，你来做两盘，爱食卖五百四百，内面食三百我都，三百内面食这话，三百四个都啊，三百都。哦，来，这卖这拢教会卖啊，这无啥物钱赚啊，这个利啊，这个利啊，这个利啊。来啊，你甲我买三百，人家啊，我这四百卖卖个利啊，我一包卖你一百嘞，比外口还俗啊啦！下搭嘞哦。 先加钱，我搁加一包嘞，四包，三包，三包，三包，来两个，这边两个，我这边两个，啊，我两个，最后一个三包，要注意啊，最后一个三百，上面几个无啊？有啦咩啊？真正有讲无啊？来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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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哪里？啊，我爱找钱哦。哎，靠呀！你搞刚刚来无买着，这只我都未半清哦。来，黑我一下包哦。阿姊啊，你今日要啥物？甲我讲一下。哎，你若再搞台湾来，我都未半清啊！这爱紧买。以前我今日早过来收的。伊这即摆讲白，这当下我来讲，你空家一定爱用，过年过节一定爱用这，甚至你伫厝炒一包高丽菜，你甲男的都做好食，五百四百咩啦，三百外落三百块，来三百食四百落来三百落，有人要食，因拢买啊，你甲看连手拢一包哩哇，三百有人买来无？三个人加甲我买落啊，一包够哩，这种大企业啊，这八十克的哦，你买这无用骗你，你无当作买着上，迄有诶七十个六十个的，一包够哩，新价钱我都加一包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来三百外落三百块。来三百，三百只，好个，等下等下，来啦！你搁一箱嘛，你今日加出一箱嘛，哎，一个人拢我加一包送你，来，今日免五百，三百了，三百了，今日啦。别买水，来三百了。来两下，来，走一边两下。来三百了，卖过来啊，卖过来，哎，莫一直卖这，卖过来啊。我别接，我是别接这个小张了。过一下班来啊。啊，嘿，你阿姊，你刚好要过一下班是嘛？你顶个白米糊，刚果食了嘛，还袂食了下吧？还袂食啊，是嘛？你是用乌黄同个吃包去？黑尾鱼吃包。阿哥。哎，五包，多我食个五包啊，多你嘛。保证水啊，你是？我是袂这啦。至少是用你手动的啦。阿姐，你捌真正伫外口食到黑尾鱼的无？有人去东港食过乌黄同的无？叫人去看。这只乌黄同个吃包啦。我去倒一个坚持啊，无你好笑啊，叫人去看。黑尾鱼的下巴啊，啊，这你会当改黑尾鱼下巴食看吗？伊这日本料理行三四块啊，一份拢三百几块啊，一包行起来要一千啊。我会当大声甲你讲一句话啊，乌龙肠绝对无可能俗的啦，啊，这包我来讲食一千啊，这几包甲你肉尔啊，这拢无甲你经过啥物哦，调味啥物拢无，就是你食到上原始的味道，鸡来切切的就安尼尔啊。一包卖讲一千，两包卖讲两千啊，我来讲啊，今仔就一千尔啊。我遇到恁这新来，我先给恁欢喜一下啦。一千啊，两包都两千哦，唔免。你要食乌黄肠的下巴一家食，你就知影。唔免让你开两千千哦，唔免让来新加钱的一千块，怎么食一千块？听好啊，你若加起一千块的话，乌黄肠的下巴一包五哩，一包搁切哩，一包五哩，一包搁来，这间工厂切切出厉害啊，真正啊，一包五哩。一个人加三包糖的，要吃黑尾鱼下巴的人家，今仔这首给恁大家送一下，来，一包五哩。你若好食来找我，莫搞我出价就好啊，不要出价就好了。啊，来一包过来，一包五哩。五个人加搞买，无可能我咧卖你啊。金融三四五个价钱，上新价钱是先赢一千块卖着，我赢你啊。五百块落来五百块，你开五百了。来，上面是黑尾鱼的下巴，五百了，五百块。
最后一个500块黑尾鱼拖螺下巴，搁要食黑尾鱼下巴的500块，迄食一个我保证你钓的。来，冰岛500块。啊，带有买到的人家听我讲，你买到这好物件，你嘛会晓料理，当然要煎千千万万，唔好疏盐落去煎。把这块鱼仔煎到是吐起上水的薄啊，边仔倒一挂玫瑰、柠檬甲切过，你甲我食一嘴，我保证你也刁嘴。来，最后两个人客，唔免阁考虑啊。来，先给钱来500，上面食最后两个客人500块，上面食黑尾鱼下摆500，食好的对家己好的，过年要搞啊，拢有啊。来，我来讲，春节卖阁老啊，你唔买买回你试一下看嘛，别甲你好笑，别甲你骗钱。鱼仔五，你买两包回去试吃。来，鱼仔五上面食试一下看嘛，鱼仔五，有人要试吃的无？鱼仔五，鱼仔五，还要给别收。差不多上个你搁卖唔大个，大早我也卖3包了，对哦。有人要食这个？恁敢有当下来无买着鱼翅包的？无来人存这两包要来无？这一只3.5斤，唔免1800，这只面条我二千块钱来，鱼仔锅上面食250。来，掏钱啊！来，来无？有人要食800块外的无？这手工的，这3号的。工厂叫3号，手工的，这两种包萝卜，来要吃300、500要哪？100了，来两包。没有啊，没有了，来，后边帮我收一包了。啊，这你的物件在遐，敢钱的咯？我叫工厂切这，恁会介意无？有水无？恁家讲。系啊，咱咪叫切俗的啦。他妈可以赶紧工厂切出来啦，油多上关的红黑红啊！我叫工厂全部切一点包你吃啊！我若叫工厂切到这块比石头还俗啊！我全部切包你吃，高一下包。